脸颊还有颧骨两侧长黄褐斑的一些女性朋友啊，我只教你一个方法，长斑五年十年，只要你脸上长斑呢、建议越早用越好。是五年的黄褐斑，十年的蝴蝶斑，还是二三十年的颧骨斑啊，虽然这个斑已经很顽固了，你都可以试试这一款原药师的血瘀藏药内调祛斑方，直达斑根，活血化瘀，内调祛斑。它是针对咱们脸上啊斑点的根源啊进行内调气血的一个调理的方法。不管你是30、40还是50、60的年龄，脸上有斑啊，你就用它试一试。原药师的血瘀藏药，15味的啊天然的中草药，包括菟丝子、墨汗莲啊，包括女贞子、当归、何首乌啊、阿胶、红花等等的一些药材精制而成，用于营血不足、气滞血瘀所致的各类的黄褐斑、色斑、妊娠斑、干斑。